soy Kanai, él es Miri. Este es un programa de turismo de Go Chengdu. Y estamos en Chengdu, una ciudad de China. Y ahora queremos ir al Museo de Bordado. Hello everyone, I'm Mimi, she's Hannah, this is Go Chengdu's travelog live stream. We are in the Sichuan Brocade and Embroidery Museum. 大家好，这里呢是我们的 Go Chengdu 线上旅游直播平台。那么相信一直关注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带大家去到成都的各种好吃好玩好看的地方。那么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的呢是我们成都的这个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美丽的这个蜀锦，到底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它是有多漂亮呢？然后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讲解员小姐姐，我们来讲解，我们一起进去吧。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蜀锦织绣博物馆的门口，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来过的。嗯，现在呢，要进去跟我们的这个讲解员打招呼。是的，蜀锦织绣博物馆介绍。嗯，那么蜀绣蜀锦呢，它是成都非常有名的一个东西啊。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先介绍两句。蜀绣呢是中国的传统工艺，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与蜀锦呢一起被称为我们的蜀中之宝。蜀锦呢则是我们成都标志性的技艺，是四川省的传统技艺。因此成都也以盛产这个蜀锦而获得锦城、锦官城的这个美名啊。嗯，同时呢成都也是这个蜀锦的故乡，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隆重介绍一下。是的，这个是直播。你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的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我们这里呢是Go成都的线上旅游直播平台。那么前面这位呢就是我们今天请到的我们专业的讲解员小姐姐，将带大家一起去领略我们的这个蜀锦蜀绣的一个风采。那我们就开始吧。好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我是这里的讲解员邓文瑶，很高兴为大家做这一次的讲解工作。今天在我们博物馆呢，将会为大家呈现的是成都的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蜀锦、蜀绣。嗯嗯。其实锦绣两个字呢，自古便是美的代名词，我们会用它们来形容一些美好的事物。我们耳熟能详的锦绣河山、锦绣前程，对吗？是。但是在工艺上面它们是不一样的哟。锦是一种织造工艺，它是用织机将彩色的经纬丝线相交形成的一种彩色提花丝织物，因为它的工艺非常的复杂，奇价如金，所以锦是十多种丝织物中唯一一种以金字旁命名的丝织物。而绣呢是一种刺绣工艺，它是用一根小小的绣花针和不同颜色的丝线穿针引线绣制出的不同花纹。成都古称蜀，所以称为蜀锦蜀绣，它们因地域而命名。那它们的文化发展和工艺特色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到我们的博物馆的部分去具体的了解一下。好的，跟随我的脚步。我们现在呢是要跟随讲解员小姐姐去到我们的博物馆。面前就有一个好大的一个纺织车吗？这是织机。我们最后可以到织机旁边去看一下，我们用来制造蜀锦的一个织造的一个原理。这些织机是用来制造蜀锦的。成都有着息息相关联系的一项工艺了。大家知道我们成都的别称锦官城吗？它的名字来源于汉代，是因为在汉代的时候，由于织造蜀锦的规模非常的庞大，那朝廷呢就在我们成都修建锦官城，设置锦官这一职位来管理蜀锦的生产，所以锦官城、锦城的名字从汉代便已经伴随着成都走到了今天。
除此之外呢，成都还有很多与蜀锦有着一些相关联系的文化遗产，如锦里，它是以前织锦工人们居住的地方，锦江是用来洗涤蜀锦的流江，锦官驿是以前锦官们南来北往居住的客栈，还有锦市是进行蜀锦贸易的集市，所以您看成都与蜀锦真的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分不开了。对，那所以要了解成都这一座的文化的话，必然要从蜀锦开始了。那蜀锦发展到今天，历经2000多年，已经成为了成都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它历经2000年之后所获得的一些荣誉。2006年的时候，蜀锦被纳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2009年，蜀锦与中国蚕桑丝织技联合申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被列入其中。而我馆呢，则是全国唯一做国家授权传承蜀锦及其传统制造技艺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场馆，在2020年的时候被获评为国家三级博物馆了。这些都是他们所获得一些荣誉。那我们蜀锦蜀绣所运用到的材料呢，都是桑蚕丝。我们知道丝绸对于中国来说是它的故乡，也是文明交流中在古代也是文明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丝绸之路更是沟通了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交流。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的是丝绸之路。桑蚕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蚕吐出来的丝，可是它吐的很少，很细。对。那说到丝绸之路，其实丝绸之路呢，广泛意义上的话包含四条：草原、北方、南方和海上丝绸之路。你看，它几乎遍覆了整个亚欧大陆和非洲国家。那在古时候的话，精美的锦绣文化的话，就是沿这些道路并被传输至中西亚及欧洲各国。那他们也成为了上层社会争相一种追求的一种奢侈品，名贵的这种，对，它是一种奢侈品。那我们说到丝绸之路，而与我们蜀锦或者是成都联系最密切的是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我们在地图上面就可以看到暗色的棕色的这一条线，对，这些标注出来的就是南方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地方。那它当然它的起点呢，就是以成都为起点，中间经过了中国的云南昆明这里，然后要经过缅甸、印度，最终到达了中西亚各国。那其实这条道路的话，要比我们所熟知的北方丝绸之路开辟的历史还要早200多年的时间。所以说可以说它是一条从中国的西南方向将中华古文明与世界古文明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纽带。那因为古时成都称蜀，印度称为绢毒，所以称这条道路为蜀绢毒道。那说到蜀字，学者们对这个蜀字有很多种解释，其中有一种又认为蜀是蚕的象形字。那我们看一下蜀字，它是不是上面有着大大的眼睛，下面是就像蚕宝卷曲着身子一样呢？是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成都的名字上面就可以反映出我们四川栽桑养蚕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那从我们古蜀的蜀山氏和蚕丛氏的话，他们也都是以栽桑养蚕著称于世的。对，所以它是蚕的象形字。其实对于成都这座城市，以前是有着很多争议的。有人认为它是野蛮之地，因为没有文明的发现。那直到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掘，才向世人证明了其实成都是一座有着悠久而灿烂文明的这样一座城市。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整天大家在大家面前的这一套红色的衣服，叫做龙纹里衣。
可以说它向我们展示了蜀绣历史的悠久。那在我们这个小角落里面看到的一张来自于广汉三星堆青铜猎人像的图片，那即使通过图片，其实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青铜猎人像它上面雕刻的这些纹饰是非常清楚的。那他穿的这些衣服在当时究竟是用怎样的工艺制作出这么精美的图案的呢？那中国清华大学的洪能富教授就根据当时的一个仿制工艺推断出它不是织造出来的，但是它的表现手法呢又与出土于陕西宝鸡儒家村的刺绣残藤一致，所以也就推断出它是用锁绣辫子骨的绣法绣制出的这些精美的图案，而复原了这一套龙纹礼仪。对，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这些刺绣了这些精美的龙纹、云雷纹和变形鸟纹，它们都是用最古老的锁绣辫子骨绣法绣制而成的。右边那个就像龙，对，两条龙中间是云雷云的图案和那种云朵的图案，旁边是鸟，鸟，横着的这样一个两个眼睛和嘴巴。但相对的现代来说，它的图案还是比较抽象一些的。是的，线条都不是那么的流畅，它可能会比较呆板一些，这是当时的一个制造工艺的一个限制。那蜀绣的历史，所以的话三星堆一直到现在40年了。那在此之前人们认为蜀绣是从清代中晚期发展而来，也就是我们蜀绣的历史上推的3000多年。那蜀绣3000多年，同时蜀锦的制造历史也非常悠久，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中国有四大名锦，南京的云锦、江苏宋锦、广西仲锦和成都的蜀锦。那其蜀锦的起源时间最早，传播最广泛，所以蜀锦被誉为它是被誉为中国织锦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又因为蜀锦对其他三大名锦的产生和发展呢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力，所以又被誉为天下母锦。那在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来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代不同时代的一些蜀锦纹样。因为我们只有知道了来时路才能知道梦归宿，只有知道了古人们他向我们留下的一些创造，才知道我们当代人应该后世应该为后世留下些什么东西。那不同时代当然呢它的制造工艺会受到当时的一个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限制，对吗？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蜀锦制造技的起源时期，就是战国时期最开始的纹样。对，最开始的纹样就跟刚才看到刺绣纹样相似了，它就是图案比较拘谨，颜色只有2到3种的颜色，这是受到一个积聚的一个影响，人们很难制造出更为具体而复杂的图案，也就是工艺的一个限制了。这个突然一下复杂了好多，旁边这个这对这一个旁边相对它呢来说呢要复杂一些，它织的图案也就更多一些，这是龙和凤和一些几何图案在里面。但是相对后世的织锦纹样来说，它都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都是比较拘谨规整的图案。没有很多的一种弧度的形成。现在这边呢我们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花纹的这样的一个演变，像这些纹饰我们在很多出土的铜器呀、那些上面都可以看到这样比较拘谨的一些图案，这都是当时的一个工艺的一个限制的一个体现。丝织物上面也好，青铜器上面也好，都是这些它颜色也不太风格，颜色也不太一样。对，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角落里的这一幅锦，它其实是用到了3种颜色制造的。这时候最多只能用到3种颜色来进行蜀锦的制造。那这一幅锦用到了棕、深红和深黄3种颜色来进行一丝线来进行制造。里面呢还除了一些几何的长方形的图案之外，我们可以看到龙和凤的形象。然后还有着你看就像跳舞的舞人一样，他们戴着长冠、穿着长袍舞动着衣袖，非常生动。
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其实呢，这些五人的话，应该是当时的巫师，他们正在进行一些巫术活动。嗯。因为当时祭祀活动盛行嘛，啊，人们通过祭祀来祈求来生。哦，到这边就更对，这边就是战国后面的一个时代，就是秦汉时期的蜀锦了，距今差不多有1800年到2200年时间的织锦纹样了。啊，秦国的时候，秦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大一统的一个时代，统一了中国，灭六国，统一中国，所以呢，当时中原的一些制造技艺也会被带入到了蜀地，对蜀锦的一个发展的话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的，所以这时候的蜀锦工艺有了非常明显的一些进步。嗯，还有呢，当时的话，人们思想的一个限制，认为是神仙主宰着天地万物和生老病死。那我们在蜀锦的纹样中就可以找到这些人们思想的一些反应，就是云气纹的。祥云，对，祥云就是云气纹，因为云气纹的话，就是神仙就住在这些云气纹里面，那这些祥禽瑞兽的话，也在这些云气里面。哦，我看到了，那个云里面还有一个动物，有碧玺、麒麟，对，这些老虎呀、狮子这些祥禽瑞兽在里面。嗯，当然呢，最特别的除了。这些我说的云气纹之外呢，还有汉字，这时期的蜀锦都有汉字，就像我们看第一幅绿色的这一幅，哦，里面只有长乐明光四个汉字，它有字，对，有，我看这是动物，然后这是我们，然后这是有字，你看里面有一个小人，他骑在那个马天马上面，嗯，骑在那个。马上面，然后它旁边就织的是长，嗯，在云气旁边织乐，都是繁体字哈。明光，长乐明光就是对日月永恒的一种崇拜，当然呢，也有一种可能是对，朝廷的一种神圣的一种体现，因为长乐宫和明光殿是汉代的两座皇族宫殿嘛，嗯，这是皇权的一个体现。那这一幅。韩人锦呢，里面只有韩人秀三个汉字，韩和，哦，看到韩是单独的，人秀是连在一起的。韩人呢是当时的一位织锦工人，汉代的一位织锦工人，他把自己的名字植入到了蜀锦当中。其实我们在韩人的墓碑上找到的这句话的完整的这一句话。韩人秀文一又子孙无极，就是韩人对子孙满堂，对后世的一些美好的祝福。嗯，我们现在呢，大家好，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现在我们是在成都的蜀锦织绣博物馆。Hello everyone, this is Go Chengdu's travelog live stream. We are in the Sichuan Brocade and in Belvedere Museum, Chengdu.那么因为刚进来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刚刚 Milly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现在我们继续跟随我们的这个蒋金元小姐姐一起再来看吧。嗯，所以我们从前跟最时期的纹样跟前期那个战国时候的图案相比，你会发现更灵动了，对不对？对，更加的细节一些了，太细节了。嗯，对，还有呢就是色彩也就更丰富了。嗯，那时候只能织三种颜色的蜀锦，这时候织造的蜀锦的颜色可以用到四种。对，颜色越多，工艺就越复杂，技艺就要求就更高了。而且它那个字和那个图样画在一起，绣在一起，就一点都不违和，我觉得。对。那说到汉代的蜀锦的话，就不得不提到这一幅“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了。那人们对这一幅锦的话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说，如果说，锦是站在丝织链、鄙视链的最顶端的话，那这一幅“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就是锦的鄙视链的最顶端，它金字塔的最顶端的一幅丝织品，天花板。对，天花板一样的一幅织锦啊。
它的原件是在1995年新出土于新疆尼亚遗址，出土的时候它是一块护臂戴在墓主人的手臂上的。那我们来看详细的看一下里面的图案呢，有哪些元素呢？我们前期看到的织锦纹样只能用3到4种来的丝线来制造，对不对？那这种这一幅仅用到了5种颜色，这5种颜色还是非常考究的，与中国的道教五行学说是相对应的5种颜色、嗯、红白蓝绿黄5种颜色、嗯、对。然后呢，里面我们除了能看到这一时期流行的云气纹和祥禽瑞兽之外呢，最特别的是我们在锦面中能够看到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8个汉字。五星金木水火土5颗行星，东方是占卜学上的术语，中国指的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地区。为什么他这么有名，其实跟中国这2个字的体现也有很大的关系。嗯，我觉得后面这件衣服才漂亮，好有气势。其实这一幅锦当时在桐木还出土了另外一块锦，上面只有讨兰羌3个汉字、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兰羌，所以是这幅锦它的作用是统治者以丝绸为载体，将天文奇观加入到了织锦当中来鼓舞战士们的士气，来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嗯，那说到这一幅锦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到的知识就太多了。五星金木水火土5颗行星同时连成线出现在东方，这一是以天文奇观。其实我们中国古人的话对天文奇观的观测是非常的详细的。对对对，但以前的话那些皇宫里面都会专门建造专门的那些观象师设计这样的职位来进行一个天象的一个观测，来制定历法呀，这些都是通过天象的一些先象来进行制定的。对，五星连珠的这样一个天象奇观的话，大概是516年出现一次。那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可能会是在2040年的时候再一次出现。那这上面体现的这一次五星连珠的话是在汉宣帝的时候出现的。他画出来了吗？五星连珠织出来的。织出来了，你们所有图案都是织出来的。他织出来了吗？对，都是一次性将这些颜色和图案文字都是在织造的时候一次性将它们都织造出来的。这个细到完全就像是用很流畅，就像是用笔画的，就像在一块布上面画出来的一样，是吧？对。在哪儿啊，那个五星连珠？它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句话，哦，只是把它反映出了五星这样天象奇观的一个记录的一个出现，啊，人们将它记录出来了。嗯，那当时的人们是用怎样的织机来制造出这些精美的蜀锦的呢？嗯，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一台织机的出土向世人说明这一情况，就是古时候的人们究竟有怎样的织机。那这一将学的话是在2012年的时候成都北郊出台的4台计划织机模型打破了这一僵局。我们看到这一个模型就是我们根据出土于成都北郊的那个老关山汉墓出土的模型复制的，不能说复制，复原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出土提花织机模型，也是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可以说是填补了世界的一个纺织史和考古史的一个空白了。嗯，所以它这么完整出土的时候不完整，就在水坑里面。嗯，但是我们专家们经过拼凑，联合，然后复制了那个老关山的提花织机。当然，复制出来织机之后呢，然后复原了更大的机型之后呢，但是出土的是模型嘛，肯定不能制造。然后把它根据一定的比例放大之后，我们现在人们能不能用复原出来的织机来进行蜀锦的制造。嗯，好的。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件来自汉代的2000年前的蜀锦的原件。因为蜀锦是用蚕丝制作的，所以很难长时间的保存，所以有这样一件
来自2000年的一件丝织物的留存，可以说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但是虽然历经了2000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完整性是非常好的，然后色彩的保存也是非常的明亮的，难以想象它有2000年。对对，感觉几乎没有时光没有在它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一样，所以是非常珍贵的文物，是国家珍贵二级文物。它是一个户种，户币，户币啊，它跟五星出东方列中国锦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户币，在当时可能就是一种装饰物。嗯，就是绑在手上的，对，手镯那里的、嗯、手镯。然后它其实的话是一件锦绣结合的这样的一块护臂，中间的这些图案，我们可以看到的半圆的图案也好，菱形的图案也好，或者是卷草的图案也好，都是用刺绣的工艺绣出来的。嗯，然后它的边缘，这些边缘才是用蜀锦，当时的蜀锦给它镶的边。嗯，锦绣结合，所以其实在汉代我们成都的丝织技艺已经是非常发达了。这一块呢是魏晋南北朝时候的，距今差不多有1800年的时间了。嗯，可以呢，这时期的纹样风格的话会有一些变化，因为魏晋南北朝时候是汉代之后的一个时期，那汉代丝绸之路文化的一个交流开始形成，对不对？嗯、那所以呢，后来的从南北朝时候开始就是文化的一个融合期，蜀锦的也会体现这些文化的融合，就上面就有一些西域文化的体现，就像我们看到这些对波的图案，波形的这种图案。就是来自西域的元素，那对波形的图案中间呢是中国传统的龙凤纹，所以文化的融合也的一个体现了。那这一幅呢是一个圆边带啊，一个袋子，它可能是一个像腰带的这样的一个物件。嗯，那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像月亮啊、太阳啊、星星的这些元素在里面，其实它是也是一种外来文化的一些融入的一个体现，它是伊斯兰教文化他们宗教的一些元素、嗯、然后呢也是锦绣结合的一个作品，边缘也是用锦镶的边，中间是用变绣，古老的变绣绣制出来的这些图案的、嗯、那看了魏晋南北朝时候的蜀锦，就要来了解到的是隋唐时候的蜀锦了。嗯，因为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我们蜀锦的一个鼎盛时期。那唐王朝的话有着强大的文化自信，所以呢他会将这些外来的文化因素不断的一个进行吸收和容纳啊，进行了我们蜀锦纹样的一些创新在里面。唐朝就是那种隋唐嗯，隋唐时候的颜色好鲜艳。对，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的一个体现的。唐朝他们是很包容很大气的，所以你看制造出来的蜀锦的纹样也都是这种非常华丽的一个风格，然后呢异域风情的一些体现也都在里面了。像我们在这一幅四天王狩猎纹锦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外来文化因素的在里面了。那像连珠纹就是以前古伊朗的一个元素，20个大小相等的小圆珠组成的这个图案的话叫做连珠纹啊，古伊朗的元素。然后在连珠纹的正中间的那棵树是菩提树，印度的佛教圣树。嗯，菩提树两边还只有四位武士啊，你看武士上面他们骑的马是有翅膀的，是西域的天马啊。那他们马的臀部呢就有汉字，非常小的汉字，上面两匹马的臀部织的是山，下面两匹马的臀部织的是吉，寓意着吉祥如意、稳重如山。哦，吉祥如意。而且他那个骑马的人也是感觉是西域那边的一个装扮。对对 对, 对，你看胡子那种形式，高鼻梁，然后就是、嗯。
对，像新语元素就太多了，像这种五彩鸟的图案的话，啊，也都是西域的一些文化都融入的。嗯，这红色真的好漂亮。然后还有鹿，当时的话，唐代时候的织锦的话分为三类，一种是官营的，官营织造，就是供皇室来使用的，嗯，是皇家他们设置的官员他们来进行的一些设计和织造；一种呢是民间的，还有一种呢是作为货品商品来进行贸易的。嗯，它这种就是都不会掉色，隔了这么久。会，如果你保存不好的都会掉色的，会有一些色彩的一些惨败。嗯，像这种就是西域的那种带翅膀的马，天马。哦，那这种就是喜鹊。我以为是鸳鸯。喜鹊，嗯，但它的形象就很有一点西域的一个风格了，它就是尾巴长翘起，卷卷，嗯。当时唐王朝的强盛的话，它会吸引着国外人，他们其他国家来学习我们国家的文化。当时的日本，他们也会派遣遣唐使来学习我国的文化，同时呢，也将精美的蜀锦带回了日本，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的蜀锦是中国织锦技艺的最高水平，蜀锦是最精美的，技艺也是最高的，所以呢，他们还为蜀锦起了专门的名字，叫做蜀江锦。那么看到这一幅红色的织锦的话，就是蜀江锦。现在在日本的法隆寺还有正仓院都能看到，当时唐代遗留过去的很多蜀锦的一些原件在哪里？嗯，就是他们的使者带回去。对。哦，这还有我们的纹样放大的介绍。知道。哦，这好。这里面有唐代的原件。这是唐代的原件，其实那像可能有的图案的话，已经看得不是很清楚了。嗯，我能看到一匹马。对，它吐火，这个马在吐火。嗯。哦，马感觉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因为唐朝人对马是很喜爱的，唐太宗就是在马背上打下了国家的。嗯，这个还是好鲜艳，这个颜色。对，这个色彩保存的很好，还有这一幅也还是很好。好 Q 感的这个颜色。里面吃的是鸭子，鸭子。对，为什么鸭子的形象会在织锦当中呢？是为唐代的科举制度，鸭通甲，甲字，一甲二甲的那个甲字同音，所以呢，是科举及第的意思，这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就是考试最厉害的，对，考试第一名，甲等。嗯。这里。黑金的真的绝了，这一幅历史宝藏文锦的话是羚羊公样。什么是羚羊公样呢？它是当时的话吸收了一些西域的文化元素，在融入我们中国的一些本土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既有异域风情，又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一些文化元素在里面，所以它大受欢迎。然后这些羚羊公样是当时的一位我们成都的一位行政长官设计的这些图案，因他叫做窦诗伦，因为他是羚羊公，所以称他这些设计的纹样为羚羊公样，他的官衔命名。对，他的别称。别称不是官衔，他是益州大行台，相当于我们四川省省长的级别了。他羚羊公是他的别称，这一幅历史宝画文锦就是他设计的图案，在发光。其实，羚羊公样的话，它为什么那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是
广大人们喜好的一个结合、嗯、啊，就像我们之前看到连珠纹那样的图案，这个外面的这个团科的图案就是根据连珠纹的图案不断的创新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形状。以团科是以各种花卉形成团科的，好、啊、像石榴、牡丹这些图案形成的外圈的这样的一个团科，中间呢立主题图案就是狮子，狮子在古伊朗就是那种权力的一个象征，权力和力量的一个象征。嗯，牡丹的那些花也是很、嗯、富贵祥瑞，对，就是那种象征。那像羚羊宫庙就是当时唐代的官府制造的典型的图案的。嗯，就是看着很华贵大气、对，华丽。你看这样的一个红地花鸟纹锦，它的风格可能跟历史宝画纹锦的风格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它比较细节一些制造的图案，像一些花鸟凤蝶这些非常细腻的图案制造的是。嗯，因为这种制造工艺与图案越细腻，其实技艺就越难，制造起来就越难，因为你要用那么庞大的一台织机来织这么小的图案的话，它是很难制造的。那像这种如果是花鸟，就是这种图案一般都是女性去穿的是吗？嗯，对，如果做服饰的话一般是女性的。嗯，所以还是会以这种花纹来颜色来区分这个服饰的这个性别适合谁，男女谁去穿。可以这样子说，其实我们看了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秦汉还有唐代的这四个时期的图景呢，我们其实每个时代的风格都会不一样，对不对？嗯，因为图景跟着时代的背景就有不断发生着一个变化。那到了宋代的时候的蜀锦的风格又不一样了，它的风格显得比较清新雅致一些，是因为宋朝人重文轻武啊，他们喜欢一些文雅的事物，还有呢当时书画盛行啊，所以呢蜀锦的风格会作为一种装饰来使用，那它的装饰性很强啊，寓意也很好，像这一幅灯笼锦就象征着五谷丰登，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灯笼的造型。它这个上面这个时期它图案感觉就放大了，就比之前的都要大一点。嗯，就很明显，我觉得那个颜色更加鲜艳。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件非常大的一件衣服，它是我们根据那个历代帝后像，宋代的帝后帝后像它上面皇后所穿的那件衣服复原的这一套服饰。嗯，根据这上面图案复原的这一套服饰，中间的部分这些蓝色的部分全都是用织锦的工艺完成的，边缘是用刺绣绣的这些龙的图案。嗯，是这样的服饰叫做笛鸟灰衣，是当时的皇后所穿的最高的礼服，只有在庆典大礼或者是受封的时候才会穿这样的一个服饰，但是所以整体的风格是非常华丽的啊。当然它没有用到传统的那种凤的图案，因为一般意义上皇后是穿凤袍，对不对？但它不是织的凤凰，而是织的是锦鸡，这跟宋朝人的性格相关，他们认为鸡是德禽，文武有人性五种美德是德禽，所以呢用锦鸡来代替了凤凰。嗯，锦鸡。这些都是宋代的蜀锦的风格，您会看到非常的清新雅致啊，都是一些花朵，那以这样的装饰性的图案为主的。
那宋朝的时候呢，人们还会加入一些金线到织锦当中，来增加了蜀锦的华丽。其实这种风格呢，是受到那个蒙古人还有那个游牧民族他们一些风格的一个影响，他们对金器的一个追捧的一个影响，所以将金线加入到了织锦当中，增加了一个华丽的一个感觉。你看，我们在上面灯光洒下来部分都能看到，就金光闪闪在闪，真的在闪，它不是单纯的那种光泽，是闪光，对，它是真正的金线。难以想象这样大片的穿在身上，走过来整个人真的都在发光。像这里的话，这一件是清代的一件原件，补子。是官服，补子是什么来着吗？补子是以前，明清时候官服前胸和后背饰以的这种图案，来分别它的品级的。我们以前官员分为文官和武官，对不对？那文官怎么区分呢？就看它上面绣的是哪一种动物，哪一类的动物。如果是飞禽呢，就是文官。如果是走兽就是武官、那怎样看它的级别呢？就看这个动物的不一样的、一品是仙鹤，二品锦鸡，这样子，一鹌鹑、鹭鸶，这样子级别不一样，它上面绣的图案就不一样、那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图案呢，上面绣的是鹭鸶，是六品文官的官服上面用的补子、对，相当于现在县级别的了。前面是唐代的、我们收藏的唐朝时候的织锦原件要多一些。成都是一座锦绣并存的城市。那我们来看到那么多蜀锦，我们再来看一下蜀绣。在工艺上面，我们刚刚说其实蜀绣的工艺跟蜀锦的工艺是不一样的。绣是用针和丝线，一个人穿针引线绣制出的不同花纹，所以呢它的人工的温度可能要更多一些，人工的情感也更多一些，所以它的细腻感和立体感比蜀锦更强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就向我们展示的是八幅蜀绣的作品，它们都是单面绣。像上面的不同的图案都是师傅运用不同的针法来表现出来的。要使一个事物达到不同的效果的话，就要运用不同的针法来进行刺绣。蜀绣的针法有130多种。那中国呢有四大名绣：湘绣、粤绣、苏绣和蜀绣。蜀绣的作品呢也有三类，一类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单面绣，还有双面绣，两面都能看到图案的叫做双面绣，还有双面异形绣，就可以从作品的两面看到图案，但是图案是不一样的，就叫双面异形绣。那品类呢也有两类，一类是欣赏品，就像我们看这种就是欣赏品，另外一类呢就是实用品，可以置在服饰上面、门帘上面、床幔上面，或是以前我们像三寸金莲上面都可以来进行刺绣的。就现在是有装饰的作用。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购物成都的线上旅游平台。今天我们所来到的地方呢，是我们的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博物馆的蜀绣这一板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好的。谢谢。明朝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成都府那个蜀王府，
对，蜀翁府当时的话对蜀锦进行了垄断，对，府内一般都是在府内进行制造，就官营制造了，外面的话像民间的制造的话就很少了。嗯，然后呢一些图案的话都是一些传统寓意的百子图这样的图案。百子图，红地百子图，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那种重男轻女思想的一个体现，也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一个体现，对劳动力需求的一个反应。嗯，这一幅叫做太子绵羊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戴着帽子的，它明显是蒙古人的形象，戴着帽子，然后肩挑梅枝骑在羊身上，啊，一种梅花是报春，然后羊通祥，那太子呢又是富贵的象征，富贵吉祥，啊，以前像这样的图案的话，可以用来作为孩子的服饰来进行运用，像以前的我们的蜀锦织锦的话都可以制作成服饰的，像这样的就是明代的服汉服款式叫做蕉领，它有那个暗纹，对，就没画，从侧面看就能看到，你在镜头里面不明显，但我们实物可以看到有很多暗纹，里面的图案其实织得很讲究，制造的是五种毒物，蜈蚣、蟾蜍、蛇、蝎子，这些五种壁虎，这五种毒物，为什么将毒物织在衣服上面？我们本来看到它就觉得很恐怖，是因为跟当时的那个端午节有关。端午节是在五月份的，那五月呢是毒月，人们认为的话，可以将五种毒物织在服饰上面来起到驱毒辟邪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刺绣运用在服饰上面就也是这样的，像这个上面是运用到的盘金绣，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华丽，而且它那个鳞片都是很立体的。对，盘金绣的工艺就是在一个布料上外面直接盘，将丝线盘在上面，盘金绣很立体，它的那种立体感就很强，华丽，它用的线也很。我们现在在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金属的丝线，所以它就看起来很华丽。我看到后面更华丽。因为这一时期都是清代的服饰了，所以满族人他们对色彩的一种喜爱。那太华丽，很精美。你看这下面的话，就是清代的两幅蜀锦，你看它色彩也是这种非常华丽的一个风格。然后这一幅叫做雨丝锦，为什么叫雨丝锦呢？是因为您看这些丝线就像彩色的线条一样。那这个绣仙鹤的应该就是大官的一品文官，品一品文官仙鹤。这种平时穿的。对，哇，平时穿的，真这样。但这些肯定就是皇宫贵族啊，他们才会穿这样的。丝织物在古时候就是地位的一个象征，特别像锦啊，这些都更是地位的一个体现的。平民百姓我们叫只能穿粗布麻衣，对，粗布麻衣啊，布衣。我们现在是在成都的蜀锦织绣博物馆哦，大家看到这些漂亮的这些都是清代的一些服饰，对，但虽然它的款式可能不一样，上面图案也不一样啊，他们所运用到的工艺的话，都是用的锦绣工艺啊展示出来的，设置出了不同的花纹，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美丽的。然后那个布的颜色也变得很鲜艳了。民族特色不一样，满族人对红色像这些颜色的一个喜爱。红色、黄色，就是那种权力的颜色。
像这个是云肩，大家知道云肩是用来做什么的？我觉得是装饰。对，装饰物，挂在脖子上面的一种装饰物。其实最初啊，它不是有这么美丽的，它最初是女子用来，就是他们打发油啊的时候，为了防止把衣领弄脏，就是随意戴在脖子上面的一种东西。但是后来越来越讲究，对这个事物的美的要求越来越高，它就逐渐形成了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款式了，就变得越来越漂亮。行，古人对美的追求是非常的高的，到了极致，我觉得越其实越往前越讲究，像这个就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旗袍。嗯，我们用到了两种工艺展现旗袍的服饰，旗袍的款式啊，两种工艺呈现出了不同的一个效果。它包上也可以用这种工艺，包很上面全都是用刺绣绣出的，这些图案非常细腻，非常精致。然后这一件旗袍上面是用的盘金绣绣出的，这些绣的这一条凤凰，我这只凤凰，我嗯，盘金是最贵的，也不是，嗯，这一个呢是用织锦的工艺做的这一件旗袍，比较内敛含蓄一点，这个差别好大呀，风格就，这距离我们的时间就更近了。这是原成都蜀锦厂，就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以前成都蜀锦厂制造的一些背面，制造的一些背面，晚清三绝的月华与丝方方锦是原成都蜀锦厂仿制生产的蜀锦。还有轿子就是装饰的啊，以前女子出嫁的时候做的这种轿子。嗯，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用来进行织造的一些织机。嗯，但它们不是用来织造蜀锦的啊，它们是织造的一个分支。所以我们看出来他们制作的图案很简单，就一些格子丝线就只有两种，织机呢也非常的简单，一个人来操作就是这样的织机，一个人来操作，宽幅也很窄。那我们用来进行蜀锦制造的织机就非常的庞大，叫做小花龙布织机。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小花龙布织机长什么样子。那一个人操作两个吗？对，肯定操作不了，两个人才行。这是制作蜀锦的机器，我先参观一下。啊，这是用来制造蜀锦的织机，小花楼木织机，长六米，高五米，宽一点五米。我们刚才看的那些织机，它其实都不能制造了，但是这几台都是能够制造的，而这一台绿色的是从清代道光年间遗留下来的原件，有着近两百年的历史。对，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我们现在仍然能够用这台织机来进行蜀锦的制造。全国遗留下来了三台，一台在国家历史博物馆，一台在四川省博物馆，但是这是唯一一台还能够制造的。唯一一台还能够制造，清代的制造机就在我们的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织出来的蜀锦的图案呢，看一下，这可以看一下。这就是织出来的部分，这些长长的红色丝线就叫做金线。纬线呢，你看纬线它其实是有梭子将这些丝线放在那个梭子里面，这样来回的穿梭。对，经纬丝线相交，制造出蜀锦。那可能会疑惑，颜色和图案是怎么形成的呢？所以需要两位师傅的一个分工操作来进行蜀锦的制造。这下面这里有一个竹片，上面会做一位师傅，他叫做投梭工，他就是将梭子来回穿梭来控制蜀锦的颜色。一般梭子有三四把或五把梭子，那有几把梭子那个织锦上就是有几种颜色，所以他控制颜色。这上面会做另外一位师傅，他的工作呢是来进行蜀锦图案的一个控制。因为
在他面前有这些密密麻麻的白色的丝线，非常复杂，相当于制作的一个电脑的一个程序一样。是的。啊，然后我们的师傅就是通过提拉这些白色的丝线上身，你看控制中属线，将这些显化的经线上提起来。看到了吗？你看提起来之后就有不同的经线上升，对不对？不同经线上升，整个经面就会形成一个开口。开口形成之后呢，下面投缩工就从开口透过梭子将经纬丝线形成交织，交织的地方，经线和纬线交织的地方就是手形上显花的部分，花纹啊，图案呈现的部分。所以它提起来了不同的丝线，手下面织出来就有不同的图案。嗯，也就是它就是一个程序，下面织锦工人那里部分就是他做的，就相当于是输入键盘，然后呢制造出来那部分就相当于是一个显示器，对。就可以说最早的一个电子计算机的一个原理了，在我们祖先2000多年前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原理来进行制造。确实看着它的这些部件都很非常的复杂、嗯、而且它的制造效率非常低的，两位师傅一天织8个小时，只能织6到8厘米的手巾，所以寸锦寸金，它的宽幅是固定的嘛，它的按它的长度来算6到8厘米，寸锦寸金，所以这么长这么长一段大概有2到3天了，2到3天才能织出来这么一块小块，太那个精细了。嗯，其实你看这一面是背面，它是一个镜像的一个原理，另外一面才是织出来的是正面。哦，就是我们复制的是那个宋代的灯笼锦，所以它是也它算是双面绣吗？不是，不是双面绣，蜀锦都是单面的，都是单面。嗯，但它后面确实也有一个，但正面是背面啊，这边没有。不能算是它的图案的形成，另外一面才是图案。嗯，所以它是单面的。看这旁边还有工具盘的人，现在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博物馆里面制出来的。嗯，对、啊。旁边这两台就是仿制的，这一台仿制的。哦，复原的。也是有织出花纹了，是吗？有。嗯，也有。他说看一下。也有。嗯。现模型，嗯。这个需要两位师傅来进行同时的操作工作。对。大家好，这里是购成都旅游现象直播，我们今天来到了咱们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刚刚带大家看了各个时期不同的蜀锦和蜀绣的精美图案。但以前扇子也很讲究啊，扇子可能就更那个上面
民街，那就很小小孩的，嗯，就有点梅乐，这是哦，就是炫酷的那个，对对对对对。这全是我们的这个原件，然后是我们的一些花纹的部分的刺绣，全都是刺绣的一些花纹，刺绣的啊，像一些小小女孩啊，或者妇女她们所穿的一些服饰上面的一些东西，上面都是用刺绣。以前刺绣的话，我们女子都会做女工之物嘛，她们在家里面都会做，像女子出嫁的那些下服，她们都会自己来做的。感觉他们有可能都是他们自己刺绣的。嗯，你很厉害，是的。小云姐，你看里面还绣了这些人物，非常的细腻精致。嗯。嗯，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个参观已到，差不多了。到这里我们所有的这个博物馆的内容都跟大家讲解完。对对，就讲解完了。谢谢我们的小姐姐，不用谢。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个再见了，再见，拜拜，拜拜，姐姐。嗯，那这边我和 Milly 和大家说个再见吧。嗯嗯，那么大家好，我们现在是构成都的线上旅游直播平台。那么我们今天所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成都蜀锦织绣的博物馆。是的。嗯，那么刚刚呢，我们的这个讲解员小姐姐给我们介绍了我们的蜀锦，包括我们的刺绣的这部分的内容。那我们刘毅再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嗯，我们再带着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蜀锦绣的历史，我们带大家仔细的来看一看它的这个历史。嗯，因为刚刚我们是跟着小姐姐，就是一路走一路看。嗯，先看带大家。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famous traditional ecology in our country. Sichuan brocade is a bit of the top four famous brocades in China, including Yin brocade, Song brocade.And drum brocade. As a famous city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engdu is well known in the world. Famous for the Sichuan brocade, it shows her special cultural features.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brocade still lives. It must have good features to become a beautiful culture, part of Sichuan province. Mm.那么真的是非常漂亮，我觉得。只不过今天挺遗憾，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纺织机的织锦工人不在，如果他在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这个操作的一个画面。嗯，那么当然这也是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如果大家之后来到成都，对我们的这个蜀锦蜀绣这部分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说不定到时候你们还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纺织工人去，就是在你们眼前去纺织我们的这个蜀锦蜀绣。好了，那我们在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吧，拜拜。那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构成都线上旅游平台，稍后呢在之后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各种各样有趣的好看的好玩的地方。嗯，拜拜。